毎回我々の兵士は西軍の土地下に近づいたら、中から連続して鋭い鳴り響く声が聞こえ、悪魔の鳴き声のようで、すぐ銃弾の流れが噴出し、体を着て破れ、乗り越えできない地獄になってきていった。1894年，亚洲版图上两个国家爆发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战争——甲午战争。日军入侵朝鲜半岛，平壤成为日军进攻的目标。在平壤战役伊始，清军士兵凭借一件令人生畏的武器，不间断地喷射出密集的弹雨，撕扯日军士兵的身体。当尸体一层层堆积在平壤城下时，蜷缩在掩体后的日军士兵怎么也想不到，这如恶魔般嗜血的武器，其发明初衷竟然是为了拯救生命。日本陆军在甲午战争中的主要战术是集群冲锋，虽然这种战术被各军事强国所推崇，但是如果遇到速射火力，就会成为对步兵的廉价消耗。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惨烈的战斗造成大量伤亡，而且由于疾病肆虐，非战斗减员也十分严重。在士兵们痛苦的呻吟声中，一位善良的医生萌发了个想法：如果能发明一种高射速的武器，让一个士兵的火力密度顶上一个连，减少战场上的士兵数量，那就可以拯救数以万计的生命。提升武器射速和密度的想法，早在中国明朝的《武备志》中便有记载。这本军事著作中曾提到过一种武器——36管车轮铳。他将36个单铳安装在铁制车轮上，再将车轮水平置于支架。作战时将铳内装好火药和弹丸，转动车轮依次发射，这可谓速射武器的鼻祖。欧洲战场上也曾出现了两排和多排并联的排枪，但这些武器都是属于前装枪的范畴，装弹繁琐，并不实用。一直到1858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时，欧洲军队还都是通过增加枪手的数量来提升火力密度。但在19世纪中叶，一项革命性的军事成果完全改变了传统武器的设计思路，这就是金属弹壳定装弹。这种枪弹将底火和火药全部封装在金属弹壳内，大大简化了枪弹装填和发射的过程。这名医生马上将后装弹作为速射武器的首选弹药，同时创造性地把6根枪管并列安装在一个旋转圆筒上，通过转动手柄，各枪管依次完成装弹、射击、退弹等动作，较完美地解决了持续发射的问题。世界上第一挺成功的多管式机枪就此诞生，而他的发明者那名善良的医生，就是后来被誉为机枪之父的理查德·加特林。这挺撞管机枪被叫做加特林机枪。加特林机枪虽然有着每分钟200发的惊人射速，但最初几年竟然连一挺也没卖掉。在当时的军队中，很多军官保守地认为，进攻步兵的火力不过是决战的前奏，取胜仍要靠刺刀和肉搏。这种速射武器违背了步兵大无畏的精神，而传统的军火制造商更是大肆贬低这种武器，以致很多人还发起了一场反对加特林机枪的运动。加特林机枪可谓是一个早产儿，在其问世之初，恪守教条的军官们还没认识到机枪的价值，当时军队根本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一挺机枪，军事思想也没有为其诞生做好准备。无奈之下，加特林带着他的机枪到处参加展示。一次，
100名步兵和一挺加特林机枪共同射击几百米外的靶子。步枪射手共射出枪弹721发，只有196发命中目标。而加特林机枪发射枪弹246发，却有216发命中。反对加特林的军官默默无语，在战场上，他们的士兵肯定不是这种机枪的对手。加特林本来同情南方军队，但在美国内战时，只有北方军队的本杰明·巴特勒将军购买了这种机枪。1864年，在著名的弗吉尼亚七日会战中，攻占彼得斯堡的北方军凭借12挺加特林机枪和1.2万发枪弹大败南军，为攻取南军的大本营李士满铺平了道路。战斗中，加特林机枪表现出来的强大杀伤力立刻得到美国军方的青睐。于是从1866年开始，这种速射机枪正式列装美国陆军，服役长达40年之久。此刻，太平洋彼岸的大清帝国正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大力兴办军事工业。而威名远播的加特林机枪很快被引进中国，并被冠以格林快炮的称号。中国人创造性地把加特林机枪安装在独轮车上，这样重达120千克的机枪就能在崎岖的道路灵活行动，加强了机动性。1884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开始仿制矢管的加特林机枪，这是中国最早装备的连发武器。但它的造价也非常昂贵。虽然一挺格林快炮的费用可以装备10几名清军士兵，但只要1-2挺快炮就可以封锁住大片的区域，足以弥补平壤保卫战中清军士兵数量的不足。可是格林快炮的一个致命缺陷在战斗中被暴露出来，这种枪必须要通过转动手柄来保障射击，而射手在战场上由于杀红了眼不能自控，会发疯地把手柄转得越来越快，很容易造成卡壳或炸膛。19世纪60年代，卷发烙铁在美国的女士之间风靡起来，林林总总的美丽发型成为时尚的标志。它的发明者便是海勒姆·马克沁，而卷发烙铁只是他众多成果中不起眼的一件发明。马克沁在电器方面的一系列成就使爱迪生电器公司倍感压力。在1880年的纽约市政照明投标中，爱迪生想尽一切办法排挤掉了这个竞争对手，并逼迫马克沁卖掉了自己的公司，离开了美国。少了一个如此强劲的竞争者，爱迪生对自己高明的手段赞叹不已，但他却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踏上了战火纷飞的欧洲大陆，马克沁要重新开创一番事业。正在踌躇满志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他，把你的化学和电学扔到一边吧，如果你想发大财，就发明一种可以让欧洲人更容易自相残杀的武器。这番话对马克沁来说就如同醍醐灌顶一般，他立即着手研究高效的杀人武器。当时欧洲军队已经开始装备加特林机枪，但马克沁注意到这种机枪需要人力来完成循环射击的各个动作，可靠性很差，使用起来费力笨重，急需改进。在军队考察时，马克沁发现士兵射击时肩膀常因老式步枪的后坐力被撞得青一块紫一块，这种军队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让他大喜过望，这不正是武器连续射击的理想动力吗？利用后坐力，马克沁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武器，凭借火药气体压力让开锁、退壳、送弹、重新闭锁等一系列动作自动完成，实现了一扣扳机、枪弹喷涌的战术效果。
它的火力密度相当于上百支步枪的威力。为了让机枪的持续射击时间更长，马克沁专门研制了用于供弹的帆布子弹袋，最多可获得666发枪弹的连续射击能力，这是以往的机枪无法比拟的。由于在射击时枪管要持续承受近3000度的高温，因此马克沁给枪管加装了一个装水的金属套筒来进行冷却。机枪研制完成后，马克沁本想秘密地进行射击试验，不料却走漏了消息，大批名流政要闻风而来。在众目睽睽之下，马克沁机枪的肘节机构快速灵活的运动，射速高达每分钟680，观者无不目瞪口呆。在整个19世纪的战争中，胜利的决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射弹速度的快慢。相对于传统的单发步枪来说，马克沁机枪在发射时就自动完成了装弹、激发、配合等一系列动作，射速大大提高，这在战场上具有极高的战术价值。正在欧洲考察的李鸿章观看了马克沁机枪将一棵大树齐腰射断时，连声说太快了。但在得知射击耗费的枪弹价值30英镑时，又惊呼太贵了，不能使用。但另一个人在看完马克沁机枪的射击后却说，这才是真正的枪，其他都不配叫枪。这个人便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德国人最早领悟到这种机枪的军事价值，他们曾经把马克沁、加特林以及其他几种机枪进行对比实验。单人操作的马克沁机枪射速要远远高于其他机枪。威廉二世甚至自掏腰包为德国禁卫步兵团购置了最初的一批马克沁机枪。1908年，德国军工部开始对马克沁机枪进行改进，推出了著名的 MG08 式马克沁重机枪。马克沁机枪展现出惊人的威力，却并没有带来多少订单。一位武器专家认为，一发枪弹就足以杀伤一人，与其使用机枪乱射一气，不如训练一批神枪手更有效。这种武器被当时的很多军事专家看成是对弹药的极大浪费。尽管在欧洲备受冷落，但在同时期的殖民地战争中，马克沁重机枪却展现出骇人的威力。1893年，英国在非洲与苏鲁士人的战斗中，一支50余人的部队凭借4挺马克沁重机枪打退了5000多名苏鲁士士兵的进攻。苏鲁士士兵的伤亡率高达95%，其中3/4的伤亡是由马克沁重机枪造成的。而在20世纪初的日俄战争中，交战双方激烈的重机枪对射，更是让欧洲的军事家们预感到这种武器会对未来战争产生深远影响。1904年5月26日，日本第二集团军向金州发起猛攻，俄军则使用威力巨大的马克沁重机枪不停扫射。枪弹每扫到一个方向，日军步兵就齐刷刷地被扫倒，呐喊声很快就被马克沁重机枪喷射出的枪弹啸叫声所代替。单在这一天的战斗中，日军就死伤4000余人。而随后的黑沟台会战中，被俄军包围的日军骑兵旅团秋山浩谷部及时改变战术，大规模使用机枪，把骁勇善战的哥萨克骑兵打得尸横遍野。一名亲临战场的英军观察员感慨道，当堑壕上架起机枪时，骑兵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给步兵做饭。此役中，日军使用的正是法国著名的霍奇基斯气冷式重机枪。气冷式机枪就是利用空气进行自然冷却，枪管在制造时外面加有散热片，
增加枪管与空气的接触面积，从而起到加快散热的作用。十九世纪末，马克沁重机枪在欧洲的一系列巡展，使许多武器专家开始研究自动机枪。但研制中最令人头疼的是，必须要绕开马克沁所申请的一系列专利。此时，法国霍奇基斯军械制造公司推出世界上第一挺气冷式自动武器。由于不能使用马克沁的水冷专利，该公司巧妙地设计了一种类似唐纳斯甜甜圈形状的铜制环形气冷散热器，并将其安放在发热最为剧烈的枪管后部。该枪使用八毫米勒贝尔步枪弹，24发金属弹板供弹，射速达每分钟400发。这些设计成功的与马克沁机枪保持了差异，从而避免了侵权和法律诉讼。经过一番技术上和法律上的忙碌，霍奇基斯重机枪终于诞生了。这种自动武器一共只有38个零件，枪身可以不借助任何工具拆解，便于维护，而且该枪还配有枪托，可以让射手抵肩射击。虽然霍奇基斯重机枪在火力密度方面略逊于马克沁重机枪，但其枪身和三脚架的结合可谓稳若泰山。在一战的凡尔登战役中，法军的一个机枪阵地被德军包围，阵地上只有2挺霍奇基斯重机枪。在随后的10天时间里，这2挺重机枪几乎一刻不停地射击，打退了德军无数次进攻。每挺机枪都发射了超过75000发枪弹，当援军到来时，2挺机枪仍然能正常射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霍奇基斯重机枪坚固可靠的优越性能。而师承法军的日本陆军更是开始大量装备霍奇基斯重机枪。在日俄战争中，马克沁机枪与霍奇基斯机枪的第一次大规模实战应用成为这场战争的亮点，以致有人把这场战争叫做马克沁与霍奇基斯之战。机枪第一次登上战争舞台，便带来了浓烈的血腥气息。日俄战争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预演，暗示了未来战争前所未有的暴力与残酷。1916年7月，在索姆河战役中，德国人凭借每百米一挺马克沁 MG08 机枪形成的交叉火力网，向14个联军师疯狂扫射。密如飞蝗的弹网像镰刀一样，将英法联军士兵一排排的扫倒。遍地的尸体犹如田野中晾晒的大片干草，短短10几个小时就有6万名联军士兵伤亡。而凡尔登战役中，不甘示弱的法国人也用霍奇基斯重机枪予以猛烈还击。在2次血腥的战役中，交战双方伤亡总数超过200万人，整整一代欧洲人都倒在了重机枪的火舌下。当时还是一名德军下士的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回忆道：我跪下来感谢上苍，为了荣幸地允许我活在这样的时刻。这是机枪枪口下幸存者的真实心态。以马克沁重机枪为首的自动武器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从拿破仑时代起曾经使用过的战术全部失去了作用，延续几百年的步兵战术被彻底打破，士兵们冲锋时迎面而来的不再是敌人，而是暴雨般的机枪弹。机枪把步兵的集团冲锋战术永远地打入了历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民国政府开始注意到重机枪可怕的杀伤力。自1934年8月，中国与德国何布楼公司签署了《何布楼条约》后，民国政府开始用钨砂、锰砂等战略性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产品。在这个中德合作的黄金时期，民国政府的金陵兵工厂开始仿制德国的 MG08 式水冷马克沁重机枪，并命名为民国24式重机枪。
民国二四式重机枪的原型枪技术已经比较成熟，在经过金陵兵工厂的一系列改造，这款枪成为马克沁机枪中最优秀的型号之一，可靠性极高，称得上是一挺世界级的武器。由于水冷式机枪设计时温度不太高，对钢材的要求不苛刻，对于中国这种缺铬少镍、不能制造高性能合金钢的国家来说，民二十四也就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此时的日本军队则以霍奇基斯机枪为蓝图，推出了九二式重机枪。这种机枪的枪身和枪管布满散热片，使用精度更高的6.5毫米枪弹，射速每分钟500发，战场上威力极大。也许这就是宿命。随着卢沟桥枪声的响起，民二四式与九二式成为宿敌。在8年的抗战历史上，这两挺重机枪喷射出的铁流再次演绎着马克沁与霍奇基斯的战争。马克沁的发明让人类第一次运用了附近弹簧、抛壳系统、弹带供弹机构等，开创了自动武器的新纪元。在枪械发展史上，马克沁被誉为自动武器之父。也许看过了太多的血与泪，退休后的马克沁完全放弃了武器研究，开始致力于大型游艺设施的发明。他用全部的收入在英格兰黑池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游乐场。1914年8月的一天，一架德国的福克飞机盘旋在马恩河上空，对英法联军的部队进行侦察。忽然，它的6点钟方向出现了一架英国飞机。当时在各国军队中，飞机的主要任务是进行战场侦察，并不属于战斗编制。交战双方的飞行员最多也只是干扰对方的飞行。有时他们还会像绅士一样在空中相互致敬。德国飞行员并未理会这架英国飞机，而是继续执行任务。突然，伴随着阵阵火光跳动，从英国飞机上射出上100发密集的弹丸。虽然只是划过机身并未击中，但德国飞行员还是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能以这种速度射击的武器肯定是机枪，但以马克沁为例，它的重量接近30千克，再加上支架和水冷装置，要把这个庞然大物装在飞机上，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德国空军立刻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发现英国人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的武器，刘易斯机枪。如同马克沁重机枪一样，刘易斯机枪的发明者也是一位美国人，萨克牛顿刘易斯。这种新式机枪全重只有12.25千克，可抵肩射击，适合单兵使用，弹盘里可装97发枪弹。刘易斯机枪最显著的特征是那根又粗又圆的枪管，
里面充满了金属薄片，这就是比水冷更方便的气冷式散热装置。20世纪初，中立的美国人对新式武器的发明总是显得非常漠然。面对刘易斯机枪的出现，美国军方的态度也是未置可否。而战争阴云笼罩下的欧洲却对这种武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比利时和英国先后取得授权并开始制造。作为世界上第一种较为成功的轻型机枪，刘易斯机枪得到了广泛使用。从飞机、军舰，再到装甲车和军用摩托，虽然刘易斯机枪客串了很多角色，但它的最大贡献是在一战中为英国步兵提供了快速的火力支援。在1917年的索姆河战役中，英军向德军火力点发起进攻时，遭到德军机枪手的扫射。英军用一挺刘易斯机枪与其展开对射。由于操作刘易斯机枪的姿势与步枪差别不大，德军机枪手竟一时找不到英军机枪手的位置，很快便被击毙。密集的弹雨使火力点内的德军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反击，近50名德军最终只得投降。这种轻型便携机枪很快引起了德国军方的注意，由于它开火时会发出类似响尾蛇的呲呲声，所以德国士兵又把刘易斯机枪叫做比利时响尾蛇。随着刘易斯机枪在一战中的表现，轻型机枪逐渐引起了各国军队的关注，于是各国的军工部门开始大力研制重量在10千克以下的轻机枪。曾经吃尽了机枪苦头的日本人自然也不甘落后，由于日军主要在海外作战，因此在开展设计工作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由此带来的弹药保障问题。经过多年研制，1922年，大正11式轻机枪正式装备日军。这种机枪重10.2千克，采用导气式自动方式，使用与38式步枪相同的步枪弹及标准5发弹夹，射程较远，精度较高。枪管上有螺纹状散热片，为便于瞄准，枪托向右弯曲。这个设计并未对射击带来太多优势，却让它在中国有了个外号“歪把子”。作为日本的第一种军用制式轻机枪，歪把子在设计和制造上均代表了当时日本工业科技的最高水平。通过纯机加工的手段，把整块钢铁生生削切成如此复杂的形状，就算用今天的技术也绝非易事。然而就在日军大本营踌躇满志地认为歪把子会在中国战场大显身手时，这款机枪却成了日本军人的梦魇。歪把子虽然实现了弹药保证的思想，但却付出了牺牲武器整体性能的代价。一般来说，武器的结构越简单，可靠性越高。由于歪把子轻机枪供弹机构和动作过于复杂，这个高故障率也就在所难免了。由于过分强调战斗弹药的保障，在设计之初，歪把子全枪的结构布局都是围绕步枪弹夹供弹这一要求进行的，这就使得战斗中装弹程序过于复杂，没有受过长期训练的士兵根本无法做到连发射击。另外，由于装弹机偏于枪身轴线左侧，导致全枪重心偏左，连续射击时射手始终要有一个向右正枪的劲儿，否则射弹会越来越偏左。这种机枪还有一个蹩脚的设计，通常情况下为了保护机枪手，在使用脚架时枪管与地面的高度不会超过300毫米，但歪把子的脚架竟然高达400毫米。当时日本士兵平均身高只有1.55米，使用如此高的脚架不免十分吃力，伤亡也居高不下。尽管日军把歪把子一度视为珍宝，
但在实战中的日军机枪手却叫苦不迭。无奈之下，他们纷纷扔掉手中的歪把子，想尽一切办法去搞一挺中国士兵使用的轻机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捷克 ZB-26 式轻机枪。1923年，捷克布拉格兵工厂推出布拉格23式轻机枪。这种机枪重量9000克，使用7.92毫米毛瑟箭弹，由28弹匣供弹，理论射速达到每分钟458，最远射程1500米。在测试中，该枪能够在连续射击数千发枪弹后，依然保持良好的射击精度，这让各国大为震惊。1926年，捷克国防部开始正式采购这种武器，并定名为 ZB-26 式轻机枪。但由于捷克国内经济并不发达，军工企业无奈之下开始出口这种武器以换取外汇。此时恰逢欧洲各国对中国武器禁运的解除，国民政府于是开始大量购买这种性能优异的轻机枪。直到1937年抗战前夕，在10年时间里，国民政府一共购买了30000余挺 ZB-26 式轻机枪。由于 ZB-26 的操作使用十分简单，几乎每个士兵在接受简单的指导后都可以熟练操作。不同于歪把子机枪的固定枪管， ZB-26 的枪管可以更换，而且更换枪管的动作也十分简单，只要将枪管上的固定环向上转便可将其卸下，熟练的政府机枪手只要10秒钟便可完成，这使得 ZB-26 具备了令人惊叹的连续射击能力。而 ZB-26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其射击精度。据一些国军老兵回忆，在射程内 ZB-26 基本上可以做到指哪儿打哪儿，有些士兵甚至可以击中数百米外木桩上的茶壶。1938年6月，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维港伏击日军车队。18日清晨，日军车辆刚进入我军伏击圈，四周便飞来密集的弹雨，车内的土井哨所当即被击毙。新四军支队使用的2挺 ZB-26 完全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中国士兵使用 ZB-26 射击时，一般只做精准的长短点射，日本士兵只要被瞄准便很难闪躲。在日本侵华老兵东史郎的回忆录中，其亲眼目睹死于 ZB-26 的战友人数就不下20人。抗战期间，中国仿制和购买的捷克式数量超过12万挺，中国兵工厂大约生产了4万挺，其中重庆21兵工厂就生产了1万挺。大量的 ZB-26 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军队重武器数量不足的缺陷，同时配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在游击战、伏击战中 ZB-26 成为中国士兵火力的中坚力量。而其在欧洲的姊妹花也是英军手中不可或缺的支柱武器，这就是布伦轻机枪。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意识到需要一种更加轻便耐用的轻型机枪，用以取代老旧的刘易斯机枪。新型机枪不仅要满足战斗防御所需的强大火力，还要便于迅速转移和展开攻势。最终由 ZB-26 改进的 ZB-33 轻机枪被英军选为制式装备，被定名为布伦轻机枪。除了继承 ZB-26 的优点外，布伦轻机枪缩短了枪管与导气管，取消了枪管散热片，而且还使用威力更大的7.7毫米枪弹和30发弹匣，在减轻重量、简化工艺的同时，又增加了火力的持续性和威力。
在根据二战盟军市场花园行动为蓝本改编的电影《遥远的桥》中，作为先头部队的英军红魔空降兵突入敌军纵深，以便夺取莱茵河上的桥梁。战斗中缺乏重型装备的英军面对德军装甲部队的进攻，凭借反坦克火箭筒以及布伦轻机枪连续不间断的射击，竟然奇迹般的打退了德军的进攻。布伦轻机枪在多次重要战役中都表现出极佳的精度和易用性，性能相当出色，以致二战结束后，众多英联邦国家军队还在继续装备这种轻机枪。虽然以 ZB-26 为代表的这一类轻机枪有着优异的性能，但当面对敌人大规模连续进攻时，还是显得力不从心。而长时间射击、火力凶猛的重机枪又要以牺牲机动性为代价。有没有一种武器既轻巧便捷，同时又能提供强大而持续的火力支持呢？2000年，由德国二战老兵海恩·塞夫罗撰写的回忆录《62号堡垒》出版，书中描述了奥马哈海滩上惨烈的一幕。当时，海恩·塞夫罗是一名普通机枪手，面对美军猛烈的攻击，躲藏在62号堡垒内的塞夫罗不停地开火。在历经9个小时战斗中，塞夫罗手中的武器共发射弹药12000余发。堡垒前，美军歇斯底里的狂叫，士兵像潮水一般冲上来，又像潮水一样倒在地上，鲜血染红了整片海水和沙滩。有的二战学者甚至认为，塞夫罗可能在当天造成了美军约4000人的伤亡，而塞夫罗也凭借这一恐怖的射杀记录，被冠以奥马哈海滩怪兽的称号。塞夫罗所使用的机枪射速高达每分钟1200发，射击时发出的声音类似高速转动的电锯，对盟军士兵来说，那种声音就是死神的声音。这就是被誉为希特勒电锯的 MG42 通用机枪。通用机枪就是轻重两用机枪，可由单兵携行，可采用弹链供弹，枪管可以实现快速更换。它既具有重机枪射程远、威力大、持续射击时间长的优势，又兼备轻机枪携行方便、操作灵活的特点，可以说是机枪家族中的后起之秀。一战后的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发展自动武器，尤其是任何水冷式重机枪。曾有着欧洲最强陆军称号的德军，自然不甘心受条约的限制。作为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希特勒十分清楚机枪对于士兵的重要性。因此，上台后的希特勒立刻打着发展轻型武器的幌子，将上万挺德莱塞轻机枪改造成不那么显眼的气冷式轻机枪，并命名为 MG-13 轻机枪。MG-13 使用的气冷式枪管可以迅速更换，由25发弹匣或者75发弹鼓供弹，已经具备通用机枪的基本要素。由于其外形更像轻机枪，并没有引起战胜国的警惕。根据改造 MG-13 积累下来的经验，德国毛瑟公司研制出 MG-34 机枪，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大批量生产的通用机枪。MG-34 机枪既可使用链式供弹，亦可使用弹鼓，枪管可以快速更换。机枪本身配备轻型支架，也可加装大型支架当作重机枪使用。巴伐利亚民族所特有的严谨和细致，使得 MG-34 机枪更像是一件精致的工艺品。在制造过程中，需要用49千克的钢铁以钻削方式，才能制造出重12.1千克的 MG-34。由于这种制造过于复杂，毛瑟公司开始简化生产流程，并大量采用冲压件。
这一生产工艺的改变，最终孕育出了令人生畏的 MG42 机枪。MG42 机枪刚刚装备德军的时候，盟军的谍报人员将其形容成一款粗制滥造的武器。他们认为德国已经极端缺乏原材料，连战术核心的机枪都采用如此简陋粗糙的制造技术。不过当美英枪械制造专家得知这个情况以后，却大吃一惊，采用冲压技术的德军机枪制造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盟军。1942年秋，在北非突尼斯的卡塞林山口一役中， MG42 机枪首次投入战斗，美国大兵们被冰雹般倾泻的弹丸惊呆了。在象征性的抵抗后，2400名美军士兵便投降了。初露锋芒的 MG42 机枪迅速成为德军绝对的火力支柱，无论在东线零下40度的冰天雪地，还是西线低矮的灌木丛林，它都有着相当出色的可靠性和压制能力，不但对付小股目标游刃有余，对付集团目标也是非常有效。虽然其射程和各国机枪基本相当，但凭借惊人的射速， MG42 机枪所喷射出的密集铁流让盟军根本无法抵挡。这款由德国制造的机枪被誉为德意志军魂的利刃，而盟军士兵则将其视为步兵的噩梦。轻武器评论家们则是用了三个最高级的形容词组对其赞誉有加：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但却是最出色的武器。二战中德国冲锋枪才不过生产了120万支，而 MG42 生产了约100万支，这个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虽然后来德日签订轴心国协约， MG42 机枪并未引进中国，但在阿拉曼战役时，蒋纬国曾到北非考察英军缴获的德军武器，在其中发现了少量的 MG34 机枪。崇尚德制装备的国民政府如获至宝，立刻着手进行研究。但英美政府以加强武器供应为条件，迫使国民政府放弃了对 MG34 的仿制，中国的通用机枪之路也就此停顿下来。二战之后，各国相继开始大力发展通用机枪，工业基础落后的新中国更是排除万难，经过近10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67年研制出了自己的第一代通用机枪——67式7.62毫米通用机枪，这也是中国大批量装备的第一种通用机枪。67式不但性能优良，而且在研制中创造性地解决了由于长时间射击所导致的枪管磨损的问题，延长了枪械寿命。在此基础上，又推出性能更优的67-20通用机枪。它最大的特点是非常适合东方人使用。这是中国军队新列装的88式通用机枪，该枪采用5.8毫米机枪弹，理论射速可达每分钟750发。重机枪壮汉时，可在枪架上挂装200发容弹量的弹箱，同时还可以配备白光瞄准镜和微光瞄准镜，以确保远距离射击的精度和夜间作战能力。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机枪的问世改变了人类近千年的作战形态。从大清帝国的格林快炮到马克沁重机枪，从捷克的 ZB26 轻机枪到德国的 MG42 通用机枪，从越南战场上美国大兵手中的 MG60， 再到我国独立研发的88式通用机枪，科技的进步、战术的演变都为机枪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可能。然而当历史进入新的纪元，
有着100多年发展进程的机枪又该何去何从呢？士兵为何能为手中的武器漫天要价？38式步枪为何是二战中最长的步枪？枪中之王的AK-47又是如何风靡世界？请收看《步枪